人出院，特别有纪念意义，所以大家都跟过年一样特别开心。有了贵州人民支援我们非常暖心，要感谢太多人了，给我们带来了温暖，给我们带来了欢笑，让我们有自信，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